我只有这个家伙，还不赖吗？你。 有没有试过？我操！我他妈的也是第一次啊！哥，什么感觉？就是这种感觉。 知道你为什么喜欢音乐了，哥，你懂音乐啊？跟谁学的？一个琴师。来，今天咱们俩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哎，嗯。
哥，这得饭得多少钱呀？我数到三，你只管跟在我后面。一、二、三。哥，哥，长官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你以为你能去哪儿？哥，这次咱俩得一起坐牢了。
陈连长，你好。美联社记者杰森黄。石亮，到。招呼着。石亮，你就是记者啊？ 你一看就像老兵，什么老兵不老兵的？炊事员，喊你学过刀把子吧？ 你说你磨的木头的，结果高些木头来开这些，真是。修刀柄，杀人，可菩萨普度众生，你说我干哪个？乱秋叔，鲁班，收起来，说多少次了？你收起来嘛！连长，他也会保佑你的，真的。 菩萨也会保佑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我收起来。
团长，你滥杀俘虏，已经被军法论处了。你好，我是王鲁翔。团长，这些女人，别女人女人的，人家是艺术家。 过来，人家是为了仰慕咱们，才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感受血色浪漫的。我命令你啊，护送他们去高城。第五军前几天拿下了高城，他们打算在那儿办一个新年音乐会。我得留下来守城。他们是这个残酷世界里最美的颜色。 怎么了？你怀孕了？刘亮，走，跟我走一趟。是，其他人在此警戒。 石亮，去跟大伙说，在这里休息。是。你这都几个月了，都这样了，喝什么凉水？胡来！来，韩雪，给他弄点热水去。 笑什么呢你？赵赵，你以为你脸干净啊？啊？我和你一块儿去。哎，你们这有热水吗？给我吧，连长。 干什么呢？哎，连咋看女人，眼神不对劲。别想！哎，就是不对劲。哎呀，你个兔崽子！连咋想法很多啊？我有什么想法？你滚！哎，虎子过来。
连长，牛逼啊！眯着眼睛还真以为是你弹的呢，来了，咱委屈你了。咱们连长啊，以前可是音乐家呢。就是个街头卖艺的。听着这音乐，我好像看见了菩萨。 连长，你看你这个脸型，也该喷女人啊！你个小鸡巴猴，站上去！哎，我家可是有女人等着呢。我们是娃性，你还以为？哎，你还喷过女人啊？我看你才是小鸡巴猴！哎，你还这么嘚瑟？站来。 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 把枪放下！放下枪！ 把里边的人放了，不然就宰了你。把我的弟兄们放了，让他们走。 再不走，就让你们的长官见阎王。 送客了，还不走？走。
不可这儿的，有你在，不担心。够狠的，兄弟！不再是五年前那个穷弹琴的了。还活着，咱们又重逢了，兄弟！ 哥回来接你。 退后，我叫你们退后都听不懂吗？滚！大哥，请。快走。 大哥，大哥，哎，帮帮挠个痒好不好？脑袋上好痒好痒，快快！就挠一下。哎，这走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腿软，走不动了。给点吃的吧。啊啊！给点吃的。啊啊！虐待俘虏，虐待俘虏啊！不给吃，不给喝，也不给挠。 闭嘴！别！大哥，脾气这么大，说句话都不行。有本事啊，就别当俘虏。我要是你，死都不会当俘虏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当俘虏吗？ 尿急，真的，快出来了，快出来了！嗯，快快快快快，尿出来了，尿出来了，快快！啊！操！尿这么长。
兄弟，五年不见，长脾气了。我说，那么多美女，你好有艳福啊！尿完了，尿完了。铁金，我数到三，跟哥走吧。你们离不开这儿的，走不出河西走廊。到处都是我们的人。走好，
把枪举起来！妈的，想死也去死！ 干嘛给我一棍子？你把我镜子弄碎了。你赖我？怎么能赖我呢？就是你，就是你们这帮狗日的！你为什么不跑啊？ 这怎么吃啊？喂，五年不见，就这么招待你哥啊？崔连长，我们一下子多了这几口子人，慢慢吞吞的，要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高城啊？而且连食物都不够了。 都听着，我们的政策优待俘虏，只要你们真心悔过，就把你们都释放了。那要是我不悔过呢？后果。 自负，该不会是杀了我吧？不要逼我，那你杀了我吧。 我再说一遍，真心悔过的，立刻释放！操！我成全你。 你就不能老实点儿？ 忍一次怂，这是原则问题，没有怂不怂一说。我的信仰和你的信仰一样值得尊重。来，给个痛快吧，兄弟。 战场上没有兄弟，只有战士。
以为你死了，到活着，快跑吧！数到三，一起跑！我有命在身，必须一个都不能少的到达高城。什么命？高城送命去吧！跟哥走，荣华富贵不敢说。 绝对不愁吃不愁穿，我已经不是5年前的小弟，你永远都是我小弟。快跑吧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半步。 别再跟着我了，你兄弟已经死了，你他妈是人吗你？
我们走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一个都不能少吧。你这条疯狗，疯狗！说得好，姑娘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 一个关于疯狗的故事。当年有两只流浪狗，他们在肮脏浮华的都市流浪着，虽然贫穷，但是很快活。直到有一天，其中一只狗为了它的同伴，被关进牢笼里，每天。 被强迫着跟一些恐怖的疯狗关在一起，一转眼就过了10年，10年呐，它真的变成了一条狗。 兄弟变成了人，那疯狗高兴啊，因为只要那个人好，他受的罪根本无所谓，都值得，都值得。可现在，那个人却要去。 城送死，那不是什么狗城，那就是一个断头城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怎么说？他就是听不明白。哥会害他吗？啊？他已经死了。
通知部队取消撤离命令，死守高城。如何守得住？军令如山等，执行命令。是。你是谁？报告军长，陈铁金护送艺术家一行九人已到达高城。军长，我可以回我的团了吗？ 你的团已经不存在了，那我该做什么？我命令你，护送这些艺术家撤离高城。撤离高城？对。他们可都是昼夜行军，为了今晚的演出啊。你觉得这个地方还需要音乐吗？撤到哪里去？越远越好。总之。 立刻撤离高城。可是您刚刚下达了死守高城的命令，不包括你和这些艺术家，好好保护他们。这怎么能出？ 刚接到命令，情况有变，马上撤离出城，放弃所有的辎重，只带粮食和水。动身吧。
连长，让大家演完了再走吧。让我们演完吧。对啊，是啊，连长，让我们演完再走吧。就是一路上这么辛苦。可你们没有钢琴师啊。这不可能。各位，今年音乐会现在开始。
你们在这儿，鲁班。哎，你带他们三个先走，李夏，你跟我走。是。 把这换上，拿着。这娘俩交给你了。要是有什么意外，我回来找你。旅长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这是命令。你要是从这里走出去，我毙了你。让我和你们一起走吧。活下去吧。 老肖，老肖，你好，我这儿有些粮食，送给你，请您帮我收留这只狗。干什么呢？哎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我在这儿就是搜一搜。
每个都不能少，你杀了我的兄弟们。你说过，战场上只有战士没兄弟，对吗？ 所有该死的都死光了，可以跟哥回家了吧？一、二。
杀！哥，哥！
生中最美的珍藏，正是那些往日时光。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，身上穿着旧衣裳。海拉尔多雪的冬天，传来三套车的歌唱。伊明河畔温柔的夏夜，手风琴声在飘荡。如今我们变了模样，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，你的眼睛就会发亮。